和平过，假如你的身，谁知道，他们越进步就越暴力。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？你是谁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美人鱼它是一个童话故事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就是会跟之前的有所不一样啊，里面也有关于地球的环境的这些素材啊。首先，我们假设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美人鱼的，然后就通过这些物种的角度。 去看，其实人类对这个地球是在做了什么事情？先通知我一下，J系和十一间有啥深仇大恨呢？回报仇！今晚是个慈善的博彩游戏，是吗？ 一念迷是众生，一念绝则是佛。师父，救我！住手！